我还没设定，我刚可刚以出门回来而已。衣服没穿，衣服没穿。哎，我穿好了，我穿好了。要检查，要检查校服哦，各位。今天是周一，要完了，被传穿制服日了。那个班长不在啊，班长不在。对，校长，班长迟到。等一下啦，等一下啦。等我两分，再给我两分钟。班长迟到，还想检查服仪啊？对啊，当然，当然。校长再等两分钟。我卡在这边，有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班长迟到，超新鲜，扣二十分的。对啊，二十分，二十分，我不能毕业了，二十分。不会啦，六十分就是一百分。那降我同学的分数分我一点，谢谢。他可以这样分的、哦，分数可以分的、哦，可以分数可以分上。开了开了，开了开了，大花机嘞，等我一下，来，好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你可以，然后就数到一百下，哎，多好了吗？今天是要躲猫猫是不是？校园躲猫猫，设定又跑掉，我的麦克突然坏去，嘿，打不开。你的怒气，停下来！是蚂蚁在我脚上爬，蚂蚁怎么可以让蚂蚁爬上桌？我的腿上了，蚂蚁下去，爬怎么可以爬上腿？什么？你怎么给予？为什么给予自己钻石？你为什么给予三组钻石？他不是要给楼上的吗？你在想什么？那个是那个啦，那是要给大家的钱，青铜彩啦。对啊，有没有中？还没中呢，你今天看能不能中？太好了，该中了。校长都没中过，然后一直发钱出去。对啊，这个是亏本生意耶。哇，那学校越来越穷了，校长。我校地扣大了。你把钱都拿走了，难怪学校那么穷，好吗？拿最多次，就是你钱一点，就是你奖学金哦，奖学金每次都你的份儿。对啊。哎，这代表我是认真上进好学生。啊，所以红色火把怎么合？红色火把、蓝色火把、红色火把、红色火把叫什么？啊，什么？有同学在地底下。啊，所以我头发骨折，肩膀骨折，请个假，半小时后回来。再见，再见。但我记得快好了。哎，就我以为我会是最后到的，就居然不是。我刚刚才从外面回来而已。没想到吧？哎，我这把是不是有火焰？好，开台。哎，哇，原来是有没有火焰是直接点别人哦。哦，是小鳄鱼。原来是这样测试的。没事啦。我刚刚开错台，你看到什么？看到什么？我看到 Twitch 去，我要开 Twitch 也可以啊，没事啊，你双开啊，双开啊，没有啊。我想说串流半天怎么没东西出来？怎么没动静？啊，原来是导错边了啦，导错边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今天 FYT 首页怪怪的。对，今天 YT 首页怪怪的，真假的？怎么了？没有注意到，发生什么事？跑不出东西来啊！我觉得听起来好不妙，真假啦？我没有呢，我看起来没事，我没有遇到，还蛮正常的，可能就有部分吧，就跟最近的事情一样啊。嗯，有我的正常 ，OK， 我也正常。好，各位同学，哎，好。今天呢，我们的任务啊，就是也没有什么课程啊。今天的课程比较特别点，就是要大家今天至少解一个任务。我们任务版、任务其实一直闲置在那边，有些任务很久都没人解哈。今天大家至少一个人要解一个任务哦。好，
有解任务的话会额外给奖励哟。哎呦，这只限第一个吗？对，当然一个以上啦，有解就可以了。手足奖励吗？手足奖励。好，下课。哦，原来是下课。下课了吗？下课了吗？原来是下课的部分。下课了。下课了。自由活动，自由活动。卡住了，卡住了。我记得我上次有一个完成了，还是还没完成，我忘记了。你要问你的观众了。对啊，卡住了。哎、欸，我选的那个任务好难哦，那个熊猫一直都解不了，一直都那几个，哎、欸，超困难。啊、小雨的龟壳收集完了没有？还没啊，他龟壳不是一瞬间吗？哦，那你要放个漏斗。还没，这些龟、海龟壳，海龟壳。所以这是要杀海龟的意思吗？没有，它是小只变大只的时候。大只的时候。哦，好像有点难呢。那我不要接它了。我要放委托，快點！我要找人来装潢我家。你可以旁边放个告示牌，旁边说你写钻石多少这样子。对，我要去放。哎、欸，我们现在会有夜妹了吗？你想干嘛？哦，你想干嘛？哎，夜妹不是一直都有吗？我要那个，我要接这个杀怪物啊！吼吼吼！要杀杀杀杀杀呀！咔咔咔咔咔！嘿嘿嘿！我要去做那个，先买个等门的号码好了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我还没买、欸，我要看一下今天市价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我想问一下，上礼拜嘞？上礼拜嘞？上礼拜二一。哦，对，上一回团团没听到嘛，就是我们有些便商店的商人东西，有些是会就是类似大头菜会有物价哦，马铃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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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酷哦，会有可以卖四样的菜蔬菜这样子，你可以上来看、哦、上面有文字叙述，上去看上去看，然后还有可以拉吧。有些人拉霸机，他可以把你的钱变七倍哦，是不是很多吧？快去吧！好像真的不错哎、欸，适合你，适合你，非常适合你。上次酱油就差点把你的资金全部花光了，天哪、啊！他差点回不来哦，哪里哦？哎，对，他差一点就被加醋了，没有啦。加醋是不是？别的东西的，可恶，加油添醋，狂赌的东西啊！这个叫做狂赌深渊，狂赌拉霸，狂赌拉霸。海灯笼是要到海底遗迹去找？对，可以用做的啦。真的，他我要抢任务，什么样子、啊？我查他长什么样子，你看到就知道了啦。就像那个蛙。好酷啊！哎、啊，我的钻石啊！哈，被你吸走了，基本上是钻石、哦。你是几颗啊？我不知道我丢出来几颗哎、欸。好吧，那应该可以的，那就没了，那就没了。那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个是花十块去骰哦。你可以赌很多。你有玩过那个小钢珠吗？对对，你投越多可以回报越多。哦，投投看，你可以继续投。嗯，反正中了就是七倍的意思。哦，好。哇，等一下，哈记，你擦这么好看哦，啊、是不是？哦，懂了。现在没有夜妹、哦，要等了，要等。我都在赌。是说可不可以？有人要下雨吗？我想要把下雨关掉。现在下雨啊，把雨关掉。下雨啊，可以关啊，关关关。关掉。好难。好可怕哦！好可怕哦！有了，那个马铃薯的数量，哈基有说是随机。我已经换了不知道几组，我换了11组了，他还要。对啊，哇，好赚哦，好赚哦，赚哦，赚翻呢！哎呦，我要来看看，嘿，我来去影院那边看看好了。我这边看看，我在家里，我们跑来这里了。我在家里啊，我在家里，不好玩。亏钱买个乐透，你自己做的、欸，你自己做的，你直播，会亏的，亏呀！安大家，这个可能对我来说比较紧张。哇，居然接这个哦！
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我来说比较简单的。你怎么可以骑马嘛？我觉得你去用那个身高的比较好啦。你想办法就是告一个人这样。对啊。哎，那我等一下，你守在波波前面，等他砍到我就能告他。啊，你为什么可以超过我？哎呦，你知道不能碰我的肩膀吗？要叛逆！你为什么要碰我肩膀？我要告你！什么碰我肩膀？碰我肩膀，好色哦！碰别人肩膀，好啊！他搞不好只是不小心的啊！我记得之前不是有个新闻，就是这个吗？就是被碰。好色哦，他没说好色啊，有点他没有好色啊，神奇，那个人很神奇，我觉得算神经大条吗？好像也还好，洁癖吧，那应该也不算洁癖吧，那个能算洁癖吗？他只是 不喜欢人家碰到他，不喜欢，对啊，嗯，连彭于晏碰的话怎么办啊？来吧来吧，碰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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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跟你讲，那我会裸体躺在那边啊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我就被带走了，然后彭于晏太可怕了，表示不排除提高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就是那个人帅，没有人帅真好，人丑性骚扰。可是我跟你讲，现实中很多都是这样，真的真的哦，就没法度。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，就是应该算是两。一个连环撞吧，车祸，然后就是前面那个是比较帅帅的男生，然后后面就是一个那个就是一个中年男子这样，然后中间是一个女生，然后就是他那个是那个最前面那个男生错，要紧急刹车，然后害后面人撞上去，然后那个男生就是想，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前面的那个路况，然后中间他就哦没事的，这个大家都。啊、然后在后面那个男生就说：“你不行啊，你这样子怎么可以这样？哎、欸，我都没说你。”然后中间那个女生就变成说：“哎、欸，我都没说你了，你都没有怎么保持好安全距离。”好现实啊！太现实了吧！开始各种就是 blah blah blah。哎，他自己完成奖励是，你说加倍是拿多少？啊、哦，没事，这是最后我再发。啊、哦、好，最后发哦，好。鱼桶，哎、欸，哈基，我先跟你一起拆这个墙，真强好不好？你是要把它全部拆掉吗？对不对？没问题。我今天有做其他事，我要一万个别的事情。你又要去哪里了？我要去远遥远的天边。看你接什么任务？为什么突然跳不起来了？你要去遥远天边，然后骑猪的任务哦。为什么不在附近、啊？我们家附近就有猪啦、啊。我们附近就有一只吊着的猪了。我怕它死在那边、那個。那怎么是挺远的？睹物思人啊！啊，你断了啊！有了，睹物思人。你那也断掉啦！你那也断掉啊！你断掉吗？你就还想骑猪？野猪骑士？你那也登基啊？奈断掉了，你奈断掉，奈断掉是怎么了？那也是很惨哎、欸。对啊，弟弟二五六格，这么下面哦。顺便解这个任务好了，在等夜妹的同时，啊，哪里可以开辟农田啊？我突然觉得农田好像很重要哎、欸。农田，终于想要种田了吗？对啊，大家平常不想种田啊？不是啊，我看雨月已经来来回回好几趟了，我已经换了二十组了。哦，这有问题吗？哇，这没问题吗？这没问题吗？没问题吧？不知道，嗯。不知道第一个马铃薯已经换了二十组，他还要，我也没办法，我没有那么多存货，哇，他想收购哎，都来来回回怎么？我还要 ，give me， 我已经没办法了，就只能这样了。为什么我这样做？为什么？嘿，你的羊借我一下哦。你要干嘛？我要让他们生小羊。哎、欸，那你要给我把它复原回去哦。有啊，我有准备好，我有准备好。三四家，希望他们会乖乖听话。两百九。那我白天外面开辟一个农田，
到最后我们村庄外面会不会全都是人家别人家其他的是工业化，然后我们是越来越是农业化，农业化，农业化，农业化回归原始，真的哎、啊，回归原始没有不好啊，哇，现在那么缺人种田，是啊，蛮缺的。缺人，我们就看哪一天那一天、那一片农田就干掉了，有没有？就挖一挖，然后就没放回去了。你是开始变成收其他东西的时候就对了。白酒，那护城河那些树我就把它砍掉了，砍掉了。好、啊，请问有人可以到墓园 cover 我吗？什么意思？我要插红石火把。哦，要炸红石火把，我被炸成智障。哦，哎，我 kill 了以后，猪他不给他不还我安呢、欸，我只能砍死他了吗？对啊。OK， 啊没摔死，但人家被我砍死。啊、oh, ，好笑啊！你看，没有，你可以带他带他上去一次啊，然后再带他摔一次啊。对啊。好坏，好爱的小猪猪。那、啊、我们以后就变农村生活嘞。今天开始牧场物语起。对啊，卖快板牧场。那小野会玩很疯吗？因为这也太远了吧。轻松农场。轻松农场。轻松农场。以后高校会变农场。对啊，农业高校啊，那个意思。农业高校毕业了，你是说高职？我们是高职，我们是高高职，园艺科，园艺科，农专是农专。对。可是你知道，我一直对园艺科就是抱持着他们是在学种花、种农业这方面的，可是其实。去理解之后，他们其实学的东西可多的，没有那么简单。他们学很多啊，没有昆虫的东西要学，有机没有想象啊？你要知道防治害虫什么东西。对对对对对，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的，而且他们化学学的比我们难，我傻眼。我觉得，我觉得我有点惭愧。我之前对那个农业，农专那种的那个农工学校，我想说。不知道学什么，我有一次是看到那时候我在查，主要怎么弄那个水煮蛋、荷包蛋那样子，那比较漂亮。我就看他研究报告是 Google 到的，说茶叶蛋如何弄是最好的茶叶蛋。你知道那个报告足足快二十几页，然后说哇，很学术的角度去研究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好扯哦，好像是温泉蛋吧，还是什么的？他就在研究说你要用几分钟才可以弄出最最棒的温泉蛋，这样说溏心蛋吗？很猛哎、欸。还要去研究每一颗蛋的重量要怎样煮，要煮几分钟比较好什么之类的。很猛哎、欸，那个超猛的，我看那个真的是超猛的。所以我觉得他们那阵子应该吃蛋吃到不想吃哦，不要再用茶叶蛋了，不要再跟我说茶叶蛋了，不要再跟我说茶叶蛋了。写个报告，三年不吃蛋了。三年不吃蛋，好大的阴影哦。那个他们有那个自动化生鸡蛋农场的。欸、可是他们好像真的有，还要养鸡干嘛的？因为你要有研究材料、啊，你能自己养、啊，很猛哎、欸，厉害！干嘛？出事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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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大事了！出事了，阿贝！咬死他！咬死他！咬死他！阿静，阿静，你退他！砍他！砍他！哎，等下，你没穿衣服，爸爸，你没穿衣服。有，我裸体哦，白痴哦。你真的是躺着哎、欸。看到彭于晏啊，我看到彭于晏。看到彭于晏，靠他，到底。耶、yeah, ！我中毒了八七。哎、欸，我提醒你有没有钻石拿、啊？怎么这么开心？我提醒你有没有钻石拿、啊？你差点死掉哎、欸。还好吧，我觉得不应该。哇哦，挖掘还好，你没被我们砍过哦，还好吧？哎呦，那我就可以开到了，这样有吗？还有吗？我还捡到十八颗哎，那就拉再拉再拉四个出去啊。OK， 好，耶、yeah, ，感谢大大，还有他记得头，他记得头可以送给你，强绿哦，有黄暴卷，耶耶。哎、欸，怎么了？没事啊，没有没有，那谁？OK， 喂，好了，我可以去觉悟了。
你解完了？我好了。哦，你总是问阿旺，我们其他人都在家。海龟壳了，海龟壳，海龟汤。阿旺一定在家。你又知道了？有什么刻板印象是不是？刻板印象，你会挑时间了，真的已经卡住了。哦，你好断麦哦！哇塞，你怎么这么爆炸、啊？断爆！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不是啊，我刚好在装潢，我在地底下，然后刚好卡着一格，就是两格高度跳不出来。哦，难怪这么激动。我很兴奋啊！我们海龟壳解完了，好快！哎呀，我的眼珠骑士也解完了。眼珠骑士，虽然他还是死了。为什么？好可怕！太可怜了。骑着眼珠才有心，他闭眼的是作死是不是？Oh my god！等一下 ，Mage 高度，我动了，你们今天卡卡的吗？你是说哪里卡卡的？画面吗？就有时候会感觉，读会那个回溯，没有，一点没有到很夸张，但是有一点点。后台只有看到团团跟音乐说 move too quickly， 移动太快。因为我刚刚在用飞行 quickly 我没有飞行啊，我刚刚一直在弄小小鸡小牛。你在弄小鸡？对呀、啊，你在干嘛、啊？小鸡啊，我要拍照啊！啊，你要拍小鸡？有个任务是要拍小鸡小牛小羊啊。哦，难怪、欸。对呀、啊，你鸡牛羊可以，那鸡要真的鸡哦。真的鸡啊，真的鸡啊！你为什么要打？好，我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再补回去嘛。no, 我要合照。太差，耶、yeah! ！好了，解完了。厉害！说语言变态吗？你这样算吗？我可以吸两颗吗？什么？你可以吸两颗吗？怎么吸两颗？什么？他在最后一，我打进他的最后一秒的，不到0.5秒的时候出现。哇塞！我这么刚好，太刚好了，很会尾哦。你们自由组很会玩，你们都喜欢玩这种的哎。好恐怖，吸两颗。因为那个时候我在看后台，看到那个数据在跳，说好像有 boss 在。真的没有这样子，真的没有。抓到，我校长呢？完了，乱用权威啊！大招出来，我长辈呢？我准备呢，我高爆呢，最大呢，没有啦，对音乐不能这样讲。校长是要不见了，被打了，被打了。校长，我怀念你。校长，拜拜。被搞了，完了，被搞了，完了。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完成任务啊？可以了。提告他完成，赶快去提告。对啊，团团在，团团在，赶快。提告，然后直接完成，不管，不行。趁法官在的时候，赶紧告一告。出来，我只想到出来，顺便找看有没有蘑菇树。想到你们应该在野外，然后就刚好踢到，刚好在打 boss。这样吗？有这么刚好？对呀、啊。请问法官大人，这个证言采不采纳呢？那你要问团团了。我吗？等一下，可是问题是那个我只是负责盖那个啦、啊。重点是我们的法官到，我们那时候不说法官是谁啊？我想一下。我吗？好像是你，最坏，我现在想想不对、哦，给他当法官。那走了、啊，我们就是要见到。行，绝不妥，我绝不妥，法官不公，法官不公，不公。好了，走了。你看过法官脱光衣服在同一间前面的吗？打到裸体耶！他先犯罪，没有，叫做
叫做什么？叫什么？叫做什么？安普雷拉？叫哪？叫痴汉？叫做彭于晏来吧？痴汉？叫做痴汉？没有，我跟那个彭于晏来了，那个我可没讲，那不是我了，那就不是我。我跟你讲，你当法官就是哪一天那个彭于晏在底下是被告，你直接说是无罪。什么都无罪这样。我们要秉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平。没有，你说哦，公平、公正哦，你有罪啊？那个，等一下闭庭之后来那个来我房间一下。哇！没有，你这样就不是公平、公正、公开了，你这个叫做黑箱作业。我们侦查不公开，你那个已经到侦查不公开的。好吧，你没有黑箱，你是直接大庭广众。没有。我是这样子的人吗？哎，这么久了吗？团团幸运高，好，你一下、哦、在他家哦，有放在家的了吗？这就是好。你们刚刚还在讲彭于晏，然后突然讲到大家家，我心里想，哈，彭于晏在他家。我跟你讲，彭于晏在我家，那我还不马上八卦，就不会开台了，不会开台了，好不好？好危险，好危险！你可以教彭于晏玩麦块啊。突然就跑掉了，不开台了、啊。我跟你讲，彭于晏现在那个在玩我的角色了，在玩你的，在玩你的，在玩你。我的天哪！啊、oh, ，我的天！啊、oh, ，天哪！我们可不是跟室友组一样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跟室友组我们可以同时告他了，告他！你要告那个妨碍名誉这样？对，完了，我可赔不起了。可以啦，赔得起了。你看他们啦。愉悦，你在跟谁？哦，你在跟愉悦哦，愉悦，愉悦爸爸，啊，彭愉悦，彭愉悦，哦，愉悦，我就知道你很了不起啊！哎呦，我没有那么了不起，我真的很害怕。哇塞，现在的我害怕极了。You are super star。我要一万格喽！去吧。怎么感觉这一句刚好像也讲过？有吗？没有。你刚刚要去天上飞猪吗？你记错了。嗯，好，记错了。刚刚我去一万，他已经到天上，他刚很远。刚刚我会去一万个，是因为我预知到那里会出基因怪。OK。为大家谋福利。哦。谋。对啊，谋福利。谋。哇，好跳！怎么找不到海洋啊？要干嘛？我去找海底遗迹啊！我要去打深海守卫。不是有海底遗迹的那个吗？啊对啊，我记得有。之前不是有位置？对啊，旧的打完了吗？还是旧的他还在吗？应该没有弄掉吧？有吗？在吧？在吗？哎、欸，问一下，深海守卫乐斯布的马铃薯有人在换了吗？两个都有换吗？我第一个换了差不多20次了。那第二个嘞？第二个我没动。好，那我抢第二个喽。好，我换一个就买了。我是最后一个的那个甜菜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已经额满了。没有，还有第一个甜菜啊。其实可以、啊，甜菜其实很难种啊。就反正要再收一个就一个啊。其实可以抢啦，就是你们去抢那个，但是就是你只能抢一条哦。一个人能抢，好，就是不能那边抢一下，那边抢一下这样子，就是你要抢就是这一条，要么就把它换完，要么就是别人把你换完这样子。愉悦，你看他啦，怎么了啦？我已经没有囤货了啦，我那一条换不完啦，谁要拿去啦？可我换掉了，可恶！然后结果换一次啊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最后一次。哦，原来刚好最后一次，没有。我跟你讲，他要那个、啊，他要给雨月换，Only for 雨月。Open shop for 雨月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把鸡跟牛跟羊丢到我家哦。他要照着留着，你弃养了、哦。熊猫团团。啊！你说什么？你把阿高三平，你把、哦、我要告你哦！高级问题，那个哦，那等一下啦，我在忙，等我一下。我告你，你就想象，你就想象那个百货公司那个爸爸妈妈忘记。别忘记小孩，你白痴哦。
等我一下。你是说他们在哭忘记男朋友吗？忘记寄放区之类的，太好笑了。我来了啦！然后就一刀一刀一刀把它解决掉。小孩吗？那你晚来一秒就杀一个。终于记得来接小孩了。没事啦，你家的熊猫馆也是嘛，对不对？我家熊猫馆已经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。哎、欸，它长大嘞、欸，为什么羊都长特别快啊？我不知道啊，羊都。哦，羊吃草就会长大了。没有吧，羊吃草是长毛，长毛啦。哦，小羊吃草是会长大吗？诶、欸，会加速吗？小羊会吃草吗？来、欸，有请观众。小羊会吃草，会吃草，会吃草。哦，啊、哦，有请神奇观众，神奇观众，观众最了解了。嗯、啊欸，然后前几天哈基不是在玩那个极限生存吗？啊，我真的觉得听到有一个什么藏宝图，什么九叉九。你超强！你只要找到那个位置，对不对？那个海滩，你知道那个按那个 F 3下去，你找到那个在 chunk 九叉九，还是在那个位置，固定在那个位置，真的假的？你们看 X Y Z 嘛，它第三条一个 chunk， 你走一走你就看到有一些数字在跳动了。你只要找到九，然后中间数字不管，然后九在那一格位置就是藏宝图的位置。哦哦，是那时候。只是看到，哇塞，有这种牛逼操作，超牛的、欸，那个超扯的、欸，原来是这样子哦、喔，哇，以前挖那么痛苦，对啊，就瞬间破解，长知识了。想一下，当时团团加一挖一个上午都没挖到，对啊，那个很痛苦哎、欸，我都快哭死了。可以再讲一次吗？没听懂。没事，你遇到再讲。因为你如果要挖了再那个，对你现在讲一定忘记、哦。我记得我有挖过一次，然后我把他那一整片都挖完了才找到。可是现在有更快速的方式啊，嗯嗯，破解的方式。那就是下次如果有的话，有叶妹哦。我来了 ，I'm coming。要叶妹干嘛？他示范给彭于晏看 啊。哦，可是我把一只叶妹杀了。对，我旁边架的台很多。那我去把它射一射好了。给我个机会。有没有听猫叫声吗？机会还是还好。嗯、没有，我没有听到就好。没有啊，没听到。可以再叫一次吗？汉平哦。薯条正在睡觉。不是，哇，这猫听起来有点可怕，有点凶啦。哇，哇，它很生气呀。啊，你是不是他是不是在讨小鱼干？你要不要考虑一下、啊？嗯，你说我这边这只吗？还是刚刚那一只？我刚刚那只，我觉得放着就好，放着就好。放着它会被咬。放着呗。接近会被咬。感觉蛮危险的那一只。你知道刚刚那只是谁吗 ？Tommy 吧。嗯。Tommy 风评被害 ，Tommy 对对 ，Tommy 背锅了 ，Tommy 背锅 ，Tommy 莫名其妙 Tommy 就背锅了。请问 Tommy 可以告一下杰克吗？Tommy 等下上法院了，我要提告，我要告吧？没有，这应该是要告哈基吧？哈？为什么？今天为什么都围绕在各种告？好好笑啊！因为不知道结论，因为还没结束啊！完了，我怎么一上来就没叶妹啊？那你要告叶妹啊？叶妹都不出现，快点去告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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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是谁家的？那个是谁家的啊？好了，解完了啊！他被猫咪吓死了！你要走到没有猫咪的地方？对。我知道了，你知道了怎样？我有摔死了，有人摔死了，摔死了，没有不是我，没有刚刚那个啊，然后是另一个人死，对对对对，阿旺叫啊，波波死，代替身，帮他叫一声，我帮他叫，我帮他配音呢、啊，跟当初生存有点像，就是我们帮我帮小雨大叫，小雨就炸死，对啊，小雨他炸死了，哦不，快点、让我解那个。解哪个？装打叶妹啊！你们怎么收起来了 ？You are on fire right now！ 太扯了吧！我以为你又要唱歌了。哎、欸，遇到没了，
拿三叉戟的那个是会有那个生牌遗迹吗？还是不会啊？不一定，通常是要有那个。大眼怪，不是大眼怪，深海眼仔。你说那个吓死人的 jump scare 是不是？对，或者他是小只的也有。死人鱼。嗯。怎么酱油？你要去找那个？你要去打、啊？没有，我要去找雪人啊！然后结果被那个深海，被那个三叉戟。你也去吧。哦，不是哦，还没到。去吧。不是有一个掠夺那个繁星，要不要去砍看看啊？不是啊，那个你要来吗？在前面那三叉戟能干嘛？我其实收集一下。我就觉得三叉戟跟转蛋抽出来一样烂。对啊。实用度超低。我要等下一个晚上了。基德生物。基德。为什么讲？基德那个吗？的秘籍。好太过于密集了，好像被砍掉一些些。哇，那就是里面太多只了。小鸡吗？对啊，好像是。那你大鸡砍掉一些吧，不然小鸡长不大就被删掉了。小鸡肉啊？没有小鸡肉吧？没有、啊，鸡不会有肉啊。如果有的话，感觉这游戏不能玩了。我觉得不懂这游戏，因为小孩啊。哦，对啊。觉得他就会说你这个游戏要被哦，要被闪掉。终于换完了马铃薯，马铃薯换了多少啊？51个，五十一次吗？又换了51个，五十一个钻石。好多，我的那一条啦，云月那条还没换，我没去换。我那条应该差不多快结束了才对。靠农业致富是真的有可能，就种田，只有在轻松生存才有办法，高效才有办法，轻松高职，高轻松高，你是招生广告啊？对啊，靠农业致富，对，轻松高职，招募中，你的未来，我想询问一下，有保障？哎，我给你问。他那个断轨是要让你们，就是让你们会叫吗？说这是断轨，要会叫哦。玩啊，反正就是做一个类似云霄飞车的东西吧，然后有断轨，这样就好了吧。有断轨哦，就接断掉接在一起就好了。我刚刚是 BOSS 是说什么会叫还是什么？对啊，要会叫。看我们大的哦。啊那我肯定会很难过。哦，就这样哦。哦，这样哦。哦，好妙。你怎么又想 T B R 忘了？他要回家了吧？没错。哦哟，我发现有一个任务。哦，吓死我了！那个任务，女巫的吗？那女巫要被上药水丢死，但是女巫对抗有那个药水抗性80%啊！哇哦，那你要疯狂丢哎，那很难丢哎，那丢几罐啊？一个偷偷跟你喝回复药水，是八罐，他打丢不死哇！而且还要自己偷喝水不是吗？不是你要连续丢吧？是连续丢啊！哇，这么是伤害二吗？那如果是的话，好难哦，好夸张哦！我接这个，这样好难哦，那你要。叫他姐姐、太难了，我太难。还有啥任务？繁星，我跟你的铁巨人接一点铁。那你就难。你是不是已经拿了才问的？没有，我正在飞。我才不是，好像我们之中呢也没有人会这样子。有啊。没有，有人都是先斩后奏的、啊，我没什么印象、啊。有一位啊，你应该会知道的啊，巧克力吗？哦，比恩斯，哦，你的恩师，好、哦，没有，当对啊，我的恩师最棒了，最棒了，超棒，太开心。是不是有点太迟了？来不及。你说我没有当下做反应，我就太迟了吗？来不及。
你已经死亡了，你已经死了，这个主题要被剪下来了。我会放标题，等一下我就看到他上线了。你不能犹豫，嗯，说跟那个女朋友的那个问答的人，就是你犹豫，那就完没了，那就没了，太晚了，就肯定是恩师，肯定是恩师，真的恩师。像有点难耶，哇！如果真的是要这样子狂丢的话，我要至少准备至少六三四十瓶药水，然后他会喝药水，慢慢就是慢慢磨耶。哎、欸，那你可以先丢他，他是一定要全程都只能用伤害吗？哎、欸，他说用伤害药水啊。哦，奇怪，怎么做？因为我想说，如果没有全程，你要不要？哎、欸，我不知道女巫会不会中毒、欸？哎，会会，女巫本身会中毒，对哦，他会被自己的中毒药水毒到。但是他要喝那个药水哦，只能使用就没办法，那没办法，你只慢慢丢了。要烧两只哎，哇塞，哇，你就酿一大堆伤害二的药水去丢吧，太难了，哇塞，有够累。我要来，我要炸墓园哦，哎，炸。团团很生气，你有看到吗？啊，我要解任务啊，他要 TNT 啊，我会回复了，我会回复，然后就全部贴了那个鹅卵石吗？啊，哦、那他受不了了，是哈基不是我啦，那哈基会受不了。哎、欸，我的幸运稿丢去哪？嗯，打火机。啊，哎呦，他失误了，哎，好难哦，我想接任务了。换了啦，换了啦。你想要换别的任务了吗？要么就用发射器这样子弄，哇，太难了。那是组队任务了哎、欸。对吧？这组队任务55颗是很多啦。55颗，我觉得好像没有很划算呢。对啊。放养药水干嘛的？再放一阵子，让它涨价。会吗？会涨价吗？搞不好会，它就涨价了。这已经涨价了。对啊，这已经涨了、欸。不然原本更少，原本更少，那就再放吧。那就再放吧。然后放到后来就被删掉了。放到最后面就被删掉了。哦，那个投资对吗？我们投资对了。伤害药水有滞留的吗？有。好像有自留，有自留，没有，我随便掰的，包包真的哈，是有吧？是有啊，我记得有看过啦，除非是我的记忆力错乱，不是有那个剑石，然后会有那个，还是那是特殊的？我不知道，就自留伤害剑石哦，对，自留伤害剑石，就是有伤害剑石可以，就是伤害剑石这样啊，因为你伤害剑石本身就是要用自留药水去做啊。对哦，所以我才觉得应该是有吧。哦，记得是有啦，结果没有。哎呀，那我要问伟大的观众大神们，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。耶，成功！我炸出一个深坑。是外面在下雨吗？是，一直都在下雨啊，只是我们强制关掉啊。嗯。嗨，你想找什么？怎么了？在说谁？在讲谁？音乐没开麦。哦，没开到麦。你想干嘛？需要虚弱药水，下面有一个僵尸村民。哦，你要进、哦，还要见证他，是不是？啊，你看要不要把他带到地狱变成石匠吧？这个完成了，可以用鹅卵，有机会用鹅卵石换绿宝石。哦，鹅卵石换绿宝石，闪！但是用到后面，他可以用一个绿宝石换到一个。死因很棒哦，对，主要搞死他，要复活他很多次，好像不见了，算了。美安德塔圣劳力滴血要几格啊？有印象吗？那个安德塔卡住了啊、没事，我隔壁有个安德塔，我去问一下，我去问他。隔壁有个安德塔，对，哦，52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各位。啊，好。get 到、啊，没事没事。然后他问完了，他问完了我有两个安德塔啦。哦、总之我有两个安德塔，这样子。好，结束世界冠军。世界冠军，世界冠军，睡了。你为什么要在我家啊，宝宝？宝宝，借一下那个。你要吃草莓、哦？就原来刚刚杰克讲的是你吗？他就默默跑进来我房子里面，然后在那边说他在干嘛？是我工作台。啊，我太满了。
一万格的出现啊！你要一万格，那你要来我这边啊！我也在一万格这外面。我要找野外的村庄。我刚刚这附近有村庄啊。哦，这么好。你应该是要解铁巨人跟那个石、那个钟跟小村民的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只是要让那个村民有制图功能。哦，那你可能要先自己上去一下。哦，好。我记得我的附近有，你慢慢找。其实不用一刀啊，我们武器这么强。刀，然后你是想说一刀死的安德塔、啊？哦，想想我们又不用，我们现在打那么痛。现在很多人的武器都直接一刀死了吧？对啊，对啊 ，OP OP， 但还是要考虑酱油他们。哎、欸，我直接被点出来了。干嘛？我很细心，很贴心，好，不要算了。还没，快要，快了，你要找到村庄了，所以，我越夜越美丽，你越夜越美丽，你越夜越美丽，越夜越什么越美丽？不是越夜越美丽，越夜对啊，越夜我可以把他抓过来，然后再把他打回去吗？你知道他是告你伤害罪，你还是告告他诽谤之类的吧？然后你们两个就要打法庭。对啊，爸爸，愿听我说，听我解释。请问下面那个是谁？啊，是我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安德塔 2.0 好吗？安德塔 2.0 你先去把那个安德塔的火把打掉，如果你要经验值的话。好啊，我去把它打掉。啊，等下打掉，你不用的话插回去哦，不然等下。我会记得插它。好。插他 ，OK， 好的 ，OK， 我会正面插回去，过头了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我知道了，好哦，我听得很开心，好哦 ，OK， 哦，你们都明白了，你长大了，你插他，你已经是个勇敢的成年，你已经勇敢的成年，勇敢的，在干嘛？他们在干嘛？他们在干啥？他们卡住了，谁卡住了？你要看他们啊。我有看啊！哦，等，因为他现在门关起来的，你要你等一下，我去把门打开。抱歉，你们继续。好，那我看他们。看，他们好生气哦。当然啦、啊。你怎么你要看他们啊？啊，经不起看。他们每一只都在说跨沙腿。你怎么可以看我？我最讨厌别人看我了。看我肩膀，你怎么可以看我肩膀？看我的肩膀，很难躲过那视线呢、欸。哇，哎、欸，好了，真的有了。谢谢。做人好难。可能你怎么这么远啊？那些啊，没有，我刚刚饮料不小心掉出来。哦，所以你在转他吗？我没有转他啦，他就自己就掉了，哦、他自己落出来。然后也是转饮料哦。小你家山崩哎、欸，没有在，哎、欸，我等在移改它。我知道杰克为什么那时候被安德，好像不太对。这应该是我们这吧？不是，好，应该在我附近。怎么大家都在这么远的地方啊？哇，这个十万个应该是在降龙那边、欸。不是我们这，不是你那边哦。嗯，不是中介。应该是在我这里吧，就我跟团团这边啦、啊，在这附近。嗯。我们地狱堡垒在哪里啊？你沿着轨道走，贴着左边会一条洞。你要去刷烈焰神了。对，烈焰神。准备到那个按钮地狱那个那边的按钮。
哎，这个这不来，哦啊！要缴学费了吗？出事喽！没事，有烟火从岩浆旁飞出来了。哇，还有，极限操作是不是？嗯，没洗到。精力也算是怪物掉落物吧，因为那个、啊、僵尸做人掉的。怎么了？他要捡十种怪物掉落。哦，算是吧，算是。那要不要借你掠夺啊？我有啊，我掠夺这掠夺五。哦，应该就够了。掠夺五。我刚才给了掠夺五上上下下，现在还变成四了，好难过。再次下嘛。到底是谁的地洞？对吧？在地狱这边挖隧道，然后是拿木头去堵的啦。木头，哪哇？拿原木堵哎、欸，好有 sense 哦。是哪里啊？我第一个想到怎么会是酱油啊？拿木头啦。对啊。是在哪一块？是在哪一块？我贴。你是不是你？你是不是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？没有，我在想我啊，啊，贴近了，是不是之前巧克力用爆炸那边呢、啊？我有到地狱吗？地狱？哦，这不是啦，他有去地狱啊，他有去地狱炸死人过哎、欸，这个不知道是谁、哦，这在这很久了哎、欸，是我很久了，是你。不是他被炸死啊，是被炸死的部分了。哦，我是被炸死的部分，我想说他盖的部分、啊，他贴的证据呢？你说哦，这就是我啊，这是我做凶手，这是我啊，怎么了？咬我啊？他就无缝的啊，那我还被先被他击揍爆。哇！而且我跟你讲，那还不是我自己踩，那是哈记踩，然后导弹飞射过来炸的。导弹飞射过来，导弹怎么回事？导弹飞射，导弹飞射啊！这是其中一个 TNT 先炸的，然后飞散出去，然后打到婆婆的，好可怜，好凄凉。那个我一开始躲过，我就觉得不安好心。巧克力叫我去地狱，肯定不安好心，我就先看。哦，果然有鬼哦，真的有鬼。结果你还是哈基，结果你还是进去了。没有，我就看是谁会踩啊，哈基踩啊，我要笑，哈基踩，笑到一半啊，啊是戴维你笑太爽了，是报应的部分，报应，太难了，太难了。铁也算吧，铁僵尸掉的也算。僵尸应该掉最多吧？他会掉马铃薯，又会掉胡萝卜。对啊。嗯。啊，不是啊，他们不会跳，你是打那种穿衣服的啊。哦、啊，穿衣服掉。对啊，掉衣服。对啊。你去库存库存打一打就好了，很多件衣服，然后还有弓，还有剑，还有骨头。对啊。然后弓还会拆开来，有没有？对。不同耐久的。你看，你打双鞋子就可以接完了，接满任务了、欸。你敢抢？我的天。啊，不同法工啊，不一样的啊。OK， 他工有写名字吗？没有。那我跟你讲，钻石有写名字吗？没有，那都我的。不是，老师，我跟你讲，你跟那腐肉一个一个取名字不就好了？腐肉 B， 腐肉 C， 腐肉 D， 腐肉。没有，没有，那个是头，那个是漏洞了，不行。这样子取起来会太像机器人，我们要给他取。哎、欸，阿美、小明，对对，你们都来了。打麻将都不缺卡了呢。对呀、啊，而且可以凑两桌。哎呀，阿明啊，你怎么变得肉的颜色变得更深更臭了？哎呀，把你丢掉了。更深更臭，更深更臭，救命！烂掉了 ，Noaki 啊！阿明，你的肉变得更深更臭，怎么听起来那个？为什么、啊？哪里深哪里臭？对呀、啊，怎么了吗？是没有，没事，我只觉得好像怪怪的而已。我很好奇，没有，没事啊，就对啊，我不知道什么东西，想知道，我想知道阿明啊，想知道阿嘉明。不要加米，不要加米，不要加米，很恐怖。加米这东西多久了、啊？很久了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我刚刚其实一直想讲的吗？应该有。你怎么在？嗯嗯，嗨，跑来这了。你知道跟兔子告白啊？找你呀、
然后没有，你知道我刚刚原本是要讲什么？刚刚讲在讲彭于晏的时候，我就想讲到说，哎、欸，其实彭于晏这样算一算，其实也蛮久的了。你是蛮老的吗？就是对啊，我都蛮老的吗？什么委婉的话也对啊！我的天哪！不是啊，哎、欸，你先讲一下真的哎、欸。哦，好，也是以前我们那年代的那个啊，对啊，偶像男神蛮久的，对，他们不知道他们现在的都是谁，你知道吗？还是一样同一个，哎呦，没有吧？哈基之类的吧？他会是现在应该是团团啊，然后哈基啊，对，对啊。彭于晏啊，彭于晏啊，彭于晏，还是拉回来，一定要拉回来。彭于晏，你刚刚是彭于晏还是音乐还是彭于晏呢？啊、彭于晏啊！你要咋子？笑话呀！你笑太爽了啦！没有你，你听看小鱼讲的是什么鬼？你说的是童影院还是影影院呢？干嘛没有看过《湖中女神》是不是？好啦，金影院好不好？金影院，金影院，你很不诚实哎、欸。金影院很像韩国人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你不要只要有人姓金，你就觉得很像韩国人好不好？觉得一下嘛，奇怪呢、欸。哈哈哈！我，你后坐力还在啊？就把所有的愉悦都送给你吧！哇哇哇！愉悦全套组合，三倍月月，给你三倍月月的快乐，三倍月，三倍，直接被三杯了吗？还是要红烧清蒸？记得要加九层塔。好，我会。哎、欸，九层塔好香！完蛋，我太跳了。玩九层塔，我跟上了，跟上了，跟上了。我讲一讲不对，太跳了，白痴。九层塔，我不知道你们喜欢还是不喜欢啊？可以啊。啥？九层塔的味道。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行？赞哎、欸！九层塔超棒哎、欸！好啊，也有遇过是没有 不太喜欢的。有吗？九层塔有。跟香菜一样那种的感觉，不会有吧？谁呀、啊？谁对九层塔有吗？不喜欢啊，太夸张了。对啊，好意外啊、哦！这就味道很重啊，就跟香菜一样啊。不是啊，香菜那个就是草味，那不一样啊。草味还有不一样，草啊。你就没有？就我之前讲过啊，你吃香菜就很像是你去路边抓一把野草，直接塞到嘴巴里，还不一样哎、欸，小辣，不一样哎、欸，不一样。不然就是那个、啊、你那个那个去那个那个隧道旁附，就是经过隧道附近的时候啊，那个不是旁边都有一大堆野草啊，就那个味道啊。你跟我跟种香菜的农夫道歉。我才不要，不是永远站在耍草。我永远站在香菜的反面，站在香菜的反面。那你要站在隧道旁边了，对面。他来自中江省吗？我觉得站在香菜的反面做什么？到底在讲什么？我的天！哎，有人讲的真是太好了，草比香菜好吃。哎呦！我跟大家说一个很尴尬的事情哦。墓园不是插了红石火把，嗯，那蝙蝠不太会生的。完了，完了！以前完了，以前有插也会生，不是吗？可是之前是一半一半啊，现在是全插，但是好像就是变生怪，没有生蝙蝠。那你就把一半拆掉啊？那你还是铺红石线路吧，你就留一半了。啊，留一半吧，留一半吧。好像是会生，那是就是比之前来说好像少很多。真的假的？那以前在十只哦，现在剩两只。嘿，哇，灭绝了，蝙蝠灭绝了，保育类动物赶快送进动物园。送进动物园？我操！保育类是送进动物园？不是吗？我再观察看看好了。嗯，把我们的光碟要没下落了。是我，是。
剪不要亮度四以下了。哎呦，亮度什么？亮度四以下。四，酱油。要。正好是睡着了。一二。我大。你要有空吗？哎、欸，怎么了？需要你，很难得吧？啊、很难得，我说需要你吧？对呀、啊，我高兴的，我来了。你等一下要借我 TP， 因为我忘记带回血的东西。你还只是坐标？啊，突然有点受伤。你他借我 TP？ 哎、欸，我插火把了，他怎么还会？我刚刚需要珍珠，我发现你打得太慢，没有珍珠，你知道丢的速度比你打的速度快吗？尴尬。真的是哭出来了、啊等。不是啊，你要来上面，你提醒那新 TP 我。哦，好。啊，他怎么不能叫哦？不要乱叫哦。回圈。哎、欸，不是我，你传错人了。我们是繁星吗？繁星是 F 开头。对啊，你传他。我没有长那么帅好吗？那叫繁季。啊？你比较帅吧？没有，帅。那你就帅、欸。那、啊、你等我一下，我没有。你要说到。开始是二选一吗？到底谁比较帅呢？要不然我们来投票嘛？哇，这太残酷了！哇，这很残酷哎、欸！残酷二选一、嗯。最近好像又变得很流行哎、欸。你一直在你家？对。哎、欸，你在吗？啊，不是，你在这，在这里。我在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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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家。我要上来接。啊。这里更恐怖，等一下我再见，我再见，我再见，好重笑，这里很恐怖，好吧？我半颗心刚才解那个任务，那堆怪都是怪的地方，然后发现传谁都不对，传谁都不对，然后旁边有哥布林，然后传影院旁边有最后最后掉掉，传杰克旁边有库里巴，哇，刺激，夯哎、欸，夯哎、欸。你有单纯轻盈的吗？酱油啊，鞋子不要有尖刺哦，有尖刺会死人。单纯轻盈鞋，对啊。我的鞋子是耐久修补保护。哈，你要讲你的鞋子的鞋、啊？我在三角遗迹里面。哎呀，怎么那么挤啊？这里我要走了。三角遗迹有大只的，我想要打一只。啊，我三周打完了。啊啊！乱讲了啊！对，我有打一只啊！你要找一个新的了。我三只打完了。那我去一个，我去再找我看有没有其他的。我找小只的。谁那有纯轻盈没尖刺的、啊？等一下，我先挖出去。好，纯轻的。对啊。哎呀呀呀！我的。好，你要不要？你在忙吗？还有过去领？没有。那你来。哦啊、我叫你不要叫了。那我要下去了。等一下，谁出去？我等他，等这里小雨。我上面是挖开的，还是给你丢？啊，换我来了。啊，你要干嘛？没有，我身上没有。啊，没有，我身上没有坚持的。谢谢大大无私的分享，好人一生平安。好，平安。平安喜乐，认同请分享。啊，最后为什么今天一直在下雨啊？你好猛哦！你 TP 我，再 TP 我，再 TP 我。别说话，别说强制变成晴天，他那个下雨还是急着，他只是时间暂停而已。时间暂停器啊，我命名不到，你给你命名。这个雨早晚都要下完，这样子。对啊，我把下雨停了，他早晚又会来的。给你，雨停是谁？下雨停啊？不是，你有矿车，你有矿车。骑着雨停哦，雨停是谁啊？雨停可能是你今天出去外面买午餐时旁边的那个妈妈吧？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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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乱讲。哎，他怎么卡住了？我在开一个。我错一万个，哦、我在开图了，我在找上海遗迹。一万个，我只是想要挖矿而已。咦，我只是想要上海遗迹而已。啊，你的愿望有一点那个啊、哦，有点大。二，那可以开张了。谁、
错字全都是哇烂鬼，哇烂鬼，这样很强嘞，哇你是那个术士哦，小雨对啦对啦，小雨再等我一下哦。哇，那等我一下，断鬼大师哎、欸，断鬼大师啦，爽了！你要急急如律令了吗？断鬼流，绕一圈了，在哪里回家、啊？这里，哎、欸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嗯，我都有藏宝图，要不要玩？好，我要玩啊！等下挖到棺材都还没有挖到，我还没有换吗？这个我给你，等一下，我在水里，好，在水里。好、oh, 可以了。好 ，EP， 什么？那我先开一下，看在哪里。好啊。在好，你会看方向吧？在这里。哼，应该是会啦。好，那往哪里走？你要考试喽？拿错要敲头。哇，难得是杰克在考别人呢、欸。这边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地图在你手上啊。哦、我看看啊、哦，其实我还蛮会看地图的啦，尤其是像 Google 地图的部分。哦、Google 地图。对对对。只要我能先找到我在哪，我就会走了。还是我先敲这边看啊，这样子要慢慢走很久吧。嗯，他怎么？怎么那么准？哇，你 Google 地图很灵哎、欸！他怎么看我那个白点前后撸啊？不用，你有看我开图就好啦。哇 ，Red Bird 给杰克一对翅膀。我要再回去一次。好，我到了，应该在这里。你怎么那么快、啊？你怎么那么快？你怎么那么快？我还被女生说快，天哪！那个，好，你看一下叉叉位置。叉叉位置在这。应该是在这个创格，这个。你先按一下 F3 加 G。F3 加 G。啊，其实也可以不用看，就稍微看一下这个创格在哪里，好不好？嗯。那就看到了，这一整个格子，按下 F3。嗯。你有看到 XYD， 然后底下有一个 block 跟 chunk。有啊。啊，你看，chunk 的地方，然后你知道九跟九之间，这一个九叉九，这一个来往下挖，真的，结果失败了有没有？那就尴尬喽。等一下，都市传说破解，往下挖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对啊，就在这个位置，好猛哦、喔！你看里面。还好普通，那我都拿一拿。好、啊，然后这个矿还可以干嘛？没用了。扔了，你可以埋进去，反正没人知道。你可以放在家里面，然后表框弄起来，当纪念，证明这是你第一个找用藏宝图找到的宝藏的图，这样。嗯，好哎、欸，好耶，好耶。曾经啊，我也有想当海贼王的梦想。还是别当了吧。没事没事，我觉得你航海出去之后呢，就回不来，就迷路了。然后说方向感这么差，你还是别当了吧。他真的是航海王啊，他离开海上。对啊，搞不好他最后就海上，原本是海贼王、航海王，然后呢，瞬间完成另一个游戏，叫那个游戏叫 Raft 啊，对不对？我直接跳游戏了，玩的都不一样，别玩游戏，直接当海贼当成海难人。对啊，海难王，海难王，应该有命到名吧？有啊，叫命名。好啊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我们下去吧。谢谢，不要传，拜拜。来、啊，来、啊，真好哎、欸，你一直都在家，让我好安心哦、喔。我就宅啊，我就宅。找野生村庄找不到，这是你家吗？这哎、欸，这领导哦，我是领导，这是领导哦。不是带回来。哇，第一次来你家哎、欸！这还不是我家嘞？你到底玩多久？我在风车，我在风车这里，你跟我说这你家哦、喔。哦，这直接把里面的茶都喝一遍，东西都吸一口，然后你才跟我说不是你家。这不是我家，不好意思。我要表框。好，断轨完成，大家想体验。哎呦！怎么啊？断轨啊？
等一下再去。我的种田种到你头上了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对，那现在农业那么那个，那我的田不就永远都是长生长中啊？农业不发达，你要用金科拉。你那个农田采收不方便哦，所以你们不太会去哦，我不会去收它。它是对对对，它不好，因为它梯田呢，就是会掉一跳一跳去，又不小心踩坏，又要自己种。它是拿来看的，那对我那个时候就是只是想要把它拿来看而已，我没有拿来用。观赏用，观赏用，真的是观光型农田，没错。哦、OK， 没有，这才是现在的趋势啊，不是吗？什么都要观光啊，对不对？什么都要观光啊，哎呀，都要转型。你说工厂全部都变观光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现在好多、哦，然后有一，然后有一些都没有做的，就是做到后来就变四不像这样。嗯。我知道为什么会摔死了、啊、隔壁的那边我盖比较高，集中区比较高啦。好、哦，哎、欸，还挨一个，没关系，我可以放这个。那地板提高就好了。我可以放那个啊，很慢，好慢。嗯、欸，这样阿旺再接。哎、欸，九点十一喽，好像还没有人打 boss 对不对？打那个、啊哦，打那个人，就我也围到一只 boss， 又围到一个 boss， 好，听说那个是 boss， 好像是刚刚是我砍到一半的，哇，你真厉害，然后就直接被围掉了，怎么了？我想吃一个，就是飞，可以啊，你去拿，你去拿，你去拿。为什么唱片里面有一朵雏菊啦？那个要给蜜蜂的啊！哦，哇，这是音乐，不是音乐，杰克，不要生气。哎，我想说，怎么会有雏菊在里面？怎么会有雏菊呀？哎，铁巨人不是四个铁针加一个南瓜吗？铁针。铁为什么铁针四个铁砖加一个南瓜？啊，你南瓜有没有雕过？要雕刻哦。啊！超雕过，你放上去拿剪刀剪它就好了。对啊，我刚才讲说用铁针这么的，好潮啊！做出来是黑色的，新的应该全身肌肉哦。等一下，完了，他看到我的脸了。铁巨人中跟小村民有了，好，你可以死了。原来是这样的，它变成铁的形状了。耶！听说阿旺在家嘛，太棒了。哎、欸，对，我是刚出我当地府里好了。那你的怨念一定很深。可能啊。哦，可以了。我要出去找黑曜石。那黑曜石？对，有人在外面吗？放洞干嘛？我要去挖黑曜石，等一下怎么办哦？他们会走进去啊？啊，哎，旁边就有岩浆了吧？你自己慢慢找，这旁边那边就有。感谢，然后突然吸到你的血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会再给你收力气，没关系。啊，我没有在家了，不是我们家，我在家，我住在家，不。干嘛？怎么好像我出门然后造成恐慌？奇怪，在家的出票，怎么你不在家？大家都出门，然后没带钥匙这样子。哎呦，阿旺应该在家，那我不用。我钥匙。阿旺在家，我不用带钥匙。阿就阿旺在家吗？没有，我们在家。完了完了，世界末日了，末日了。末路，阿旺，你会发现回来外面蹲着一堆人，对，完全没有带钥匙，哎、欸，所以你们有就是以前到现在、啊，就是因为没带钥匙而在外面等最久的时间多久啊？我等两个小时，等到开台。你不是去吃吗？下去买晚餐的时候。那个风啊风啊吹啊吹啊，然后就蹦。
啊，骑多久啊？好像都还好，两三个小时左右吧。就是那时候小时候，没带钥匙，然后国小回来的时候就在门口前面哭。小一、小二的时候，没有两个小时，啊，店里又没人在，我就哭，然后被邻居接回家。真的很无助，真的不要觉得很好笑，真的很无助。我之前被困在外面的时候是比较大一点的事情，可是那时候会觉得哦好烦哦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滑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整个就很无聊。有吗？有用吗？没事干。对啊，没事。小有用吗？我好像最久是下午4点，等到晚上9点。太久了，太久 了。就是我下班回家，我没有钥匙，然后就打给我家人，他就说我快回家了，然后晚上9点。真的是很快呢。蛮快的啦，还蛮快的。啊、我就在那边滑手机，电从那个100%滑到剩10几%吧。那你是玩游戏还是纯粹滑网页啊？就滑网页啊。哇，那很深，你还真的滑得蛮勤的。很无聊啊，然后我就看到那个什么，那个楼下一直在看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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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看我。他以为你是要干嘛？你要看多久？哦，没有。我以为我跟家人吵架，离家出走。那离家出走就不会站在那了吧？等等，我在门口离家出走，试图引起我家人的注意。离家出走，原来离开家门口就算离家出走了吗？家门口，你好像跑很远哦。对啊，我跨出家门就已经是很远了，好吗？对啊，这是我勇敢的一大步呢。就转身跟家人说：“哇，离家出走。”然后家人说：“去。”看一下好了，一打开门，在这里啊，那还顶尖啊！请问，有人要村庄的东西吗？刚好遇到一个，你可以收割小麦啊，小麦是啊，很多甘草捆，对啊，然后就来了，哎，听说锄头草快吗？伤害也好太低了，就听说锄头踩比较快、阿纪不是阿纪、杰克屁孩去追你耶，怎么没有咬你、有了，他咬我了，去追你耶。他变大屁孩了、大屁孩没有啦，大屁孩是原本的啦。我们接任务啊，你接什么任务接吸两只鸡的同时杀死，杀死没发现杀死夜妹，难呐、没有啊，其实你可以装莽啊，你可以没有，你可以在那个那个小鸡的那个肌肉鸡那边，然后牵个两只站在那边等夜妹，哦，对不对？是可以的。哦，哎，专业的装莽、到底？哦呦，繁花地形呢？对啊，雪拉比，雪拉比，小只雪拉比。宝可梦魔族，宝可梦它就是生在繁花地形。对哦。So that's the main。说好的深海遗迹出来哦。我要找那个大眼睛，吸到两组半的甜菜种子，甜菜种子变成骨粉，你用幸运挖吗？没有啊，甜菜你打一个它就会喷很多个，对啊，因为你用幸运会更多啊，对啊，种子不用那么多啊，它又不是喷甜菜，它是喷甜菜种子、欸，所以上礼拜那时候也在弄那个啊，弄小麦，我就说很不划算啊。就很他那种会喷种子的都很麻烦。美和用幸运就会大堆一大堆，可能一般收就一大堆。应该设定那个锄头啊，用幸运搞不好会比较多啊。嗯，对啊，应该要设定吧。这个我没办法，这个我没办法，没办法改，是不是？这个改不了，好可惜哦，可惜呀、啊。不许改得了、我想说，你找到了，
哎呦，好像可以哦，好像可以、哦。光阴难say。如果锄头一拿到手，就他直接有内件的幸运嘞。不是，好像可以弄，就是他掉落打掉方块掉落的东西可以改掉，好像可以哦，好像可以。哎呦，就是让它变成额外喷出来的东西，不要是那个原本的。嗯，哎呦，哇，哎呦，那么该用了哟。新商机。嗯。好。哎呦。会丢虚弱钥匙的幻术。杰克，跑图交给你了。还没买哦，可是我烟火快没了，我要回家了。那我 TP 你，你降落一下。好，降落了。刚回去拿了。哇，这也太可怕了吧！这么多只。嗯。哇，因为你看这个下雨又回来了，我猜雷雨。嗯，是不是预言家？哇，全场唯一啊！打快杀他！杀！没有杀！我杀小雨！哎、欸，对耶，突然想到哎啊，之前不是那个狼人杀超夯吗？现在、啊、现在那个就是你们还有在看吗？你是说他大综合台吗？对呀、啊，没有了，还有在看？在看了？没有，我去年就没在看了。阵容就还好。哦，所以主要是因为阵容的关系哦。啊，怎么会消失？我本来就没有很常看。对啊，从自己本来就没有看过。我也是，我其实也没看过。我觉得还好。边呼，那种他们在猜忌的时候会走心那种。嗯，对啊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他们会吗？我其实没有看过。会当然会剪掉啊，事后有时候讨论的时候会剪掉什么之类的。哦，可是我觉得那个感觉就、会走心，我觉得好恐怖哦。对啊，会走心就很麻烦。可是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有一些就是有奖励什么的吧，就是多少少。嗯哦，是哦，他们是赢了会有钱之类的吗？他们那个好像有额外的通告费都固定吗？不是、啊、他们不是都会办什么，就是什么啊，你拿多少冠军，然后最后会比一个什么总决赛之类的那种吗？对啊，对啊。啊，可是这种东西的竞争，感觉这样子弄很难呢、欸。感觉就是积分制吧。对啊，对啊，有点有点那种感觉。然后可能就是因为狼人比较少人，所以可能狼的到时候赢的积分会高一点之类的吧。我其实也不是很清楚。你在？对啊，嗯。没看也不知道，不熟。我之前是看一个香港的，就是那算胜利方嘛，然后还有就是失败方会扣分，然后还有 MVP 跟那个雷王，然后也哎、欸，那他这其实后面的这有加这两个，其实算蛮主观的，感觉上就是投票啊，要灌票，灌票应该是不会吧？会有人这么无聊去灌票？嗯，哎、欸，难讲哦，真的不好说。他们的车王投票都怀疑是灌票的哦。车王是什么？你们啊，你们三个啊，哦、加杰克。没有啊，观众投的啊，有没有灌票的哦？第一名就是对啊，是。车王都很久之前的，我觉得可能你要办个第二届。好，我觉得我们之后来问第二届好了。哦，卡，谁才是最新的？对，如果第二届还是一样，那就没办法了。然后给个冠军奖杯。我很收敛的哇，我已经很久没开车了耶。有啊，比较少了，比较少了。有啊，我怎么觉得他最近有？我哪有？最近有时候乱暴走一下，但是就没有像以前那么拼。看到哈基 FB 发的那个，我就觉得 FBI 了。那个我早就发现了。还是我早就跟他们聊。哈哈哈哈哈！那时候你有看到，还是你是之后再看到的？我是之后才看到的。哦，我说这一定是他之前喜欢的。他有时候没有在看我们。他狩猎范围啊！狩猎范围。就是。好棒哦！因为哈基不是本身对 V 就还好嘛？那时候我。嗯。那我也要回家。想家了、哦，狗狗。对，想家了。我回家当钥匙了。离开家太久了，该回家了。对。
不对，我想在我家楼下挖农田，我想想不对，我家楼下是音乐家。你想干嘛？改建他家。哎、欸，可以挖到一个现成的农田。对啊。哦，谁都帮我盖好了，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哇，这是不是新机制啊？对啊。我就把楼下改成农田。麦块的更新地穴是洞穴是这个啊？哎呦、欸，对了，说麦块更新啊。副坐标被改掉了、欸，副坐标他不是等之后再更新回来吗？好像是就是分成两次更新的。对啊，我觉得他就是会再多分两次。嗯，好多又是疫情影响，对，更新后面再更新一点。什么关羽？谁把羽关了？哦。我刚刚听到什么魔关羽？我听到魔关羽，我想说什么魔关羽？我说谁关羽？我是关羽啊！你打完夜妹，我们其他人没有打哦。我没打完夜妹啊！啊，你不是很缺？我最后想说，下次再来好了。好，下次再来，下次再来，下次再来。今天不以去结的概念，哎呦，总结不到。啊，繁星走了，副本了，走了，今天差不多了。对，副本。Yeah.差不多啊，都没有打光碟，跑去修安德塔。这感觉有那个那叫啥？那个就是生物上线之后是要比较麻烦一点。没有，就改成衰落的啊。哦，因为我上礼拜有问那个阿基说自己呛壳还是附近的，啊，阿基说是附近，那就盖高就好了。哇，跳你！对啊。你要先吗？谁？我？我是波波，不好意思，没有，就他看错了，那个不好意思，刚想说他也穿了黑黑的装，我就说我在家，我说哈，我怎么了？看错人了，速度的等一下可以加加哦。好了，所以你是先看而已嘛。我怪少好多、哦，你说红石火把对不对？红石火把那边少多、啊，没有蝙蝠了。要不然就是在还是是有、哦、还很少，还是因为它在火把跟火把的交界处的那边高度才不是高度，那个亮度才有四，间隔再宽一点呢。对啊，我们再修吧，一起用。好，不要动。等一下来改我的帽子，我帽子是一个加攻击而已。行啊，你要盾牌吗？好啊。怎么了？哦，你不干脆你不要挖一个那个自动升怪区，会怪物在中间那种的。他们主要是想打蝙蝠啊。哦，对啊，主要是要打蝙蝠。我那时候还好奇跑去找那个蝙蝠农场，还真的有哦，好酷啊！有是有、哦，真的。你可以做不要让它生蜘蛛、生蝙蝠哦，那什么海灯笼。Thank you。那把中间这牌比较多的打掉好了。怎么了？小雨一下、嗯。等一下。走。间隔都快了。繁星挑战失败了。bug 之后我进。啊？会不会是没有弄好啊？那个。哦。是今天的重置的时候，你不是也在？我也在啊。今天重置比较。那我这个要打吗？我自己打吗？啊，好。你觉得怎么改比较好？现在是几层点？直接空层，空个五格啊。空个五格。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哦，杰克，我们上次只打都是打几倍的、啊，直接三的。哦，我还没打过四的。啊，我有啦，有啊，有打四打，我们有打全部四的，哦、真的假的？五格也是差不多、啊，好像是差十几秒吧。五格，吓我一跳。这边距离没有变，这边多一格这样。你，我想说开个箱子，我出现在点。然后全部人送十六个海灯笼，完成，棒棒。没事哦，蝙蝠不要跑，
绿绿的，谢谢。龙体要怎么改比较好嘞？菜可以换钱的，大家开始在种农田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农业致富，促进农业发展。我是化工的，所以我没有这个犹疑虑。撒骨粉啊，就要手一直撒就对了。没有，我是用脸脸脸，用脸上，我是用科技的。科技的力量是不是？对啊，科技种植，科技种植，我懂。对啊，等空间，但不美观。提风过来。五秒。你差五秒啊？对。哦，这么极限，就是时间剩下最短120秒而已啊。哦。然后速度派的要出发了吗？好啊，回去。谁是佳佳？等一下，小雨。等一下。海秀，还没。好，那我先回去弄。上面在我身上，我刚用好了，你可以先整理一下。对。哎呦，怎么卡一下，卡一下，卡一下？对啊。那还有怎么卡一下？今天偶尔有时候会这样子卡一下。嗯。就有一部分是跑，也是有跑图的关系吧。可是我回来了，你看还没有人在跑。创客就回来了。嗯，不懂。也没有来啊，我箱子有一组蓝冰啊。对吧？我找到了，是酱油的。对呢。对啊。想起来了。小孩上车了，重置时，重置时，先重置时24块，比上次贵，涨价了，不买不买，物价上涨，我看你忘记了，下个礼拜就变30块，通货膨胀，我就不买，越来越贵了，越来越贵，下次一组吧，全部都一组。卡了，重置我的帽子。你要好一点的帽子哦，因为我这个帽子就只有加攻击2啊。你要看吗？那你要不要一顶优秀的帽子？你来看啊，可以让我变很聪明吗？卖帽子，我可以帮你变聪明。爱心帽吗？啊，你拿下来，你拿下来。好，这顶优秀的帽子你需要吗？哇，葛莱芬多！真的吗？哇，那叫我怎么？可是属性那些，因为他第四排洗不出来，他第四排原本是幸运，他被就是你洗不出第四排，这已经是过，他已经不能动了，除非你重置掉。简能啊，简能有机会弄掉，他简能有机会用掉，可是我觉得这个好危险哦。你可以揣看啊，重置看看。现在重置时是都可以扔上去，是不是？其实全部装上去，它一扣一个而已。好。拆了。来，杰克。我按吧。你按。怪物生比较多，也比较会生蝙蝠。继续。然后怎么用啊？再点确认鉴定吗？现在已经确认了，我已经确认了。怎么？一攻击，怎么再让它重置下去？按确认，再按右下角就一直按。哦，按重置，好，然后鉴定，哦，超多，不是被真人了，好爆！移动速度，攻击，来一个。哦，两条攻击，再一个，哦，还不错哎，哇，4条，哎，这你这是洗能，你是洗能，洗到每一排大概7到8层就几乎完美了。你们怎么这么会洗？哇，杰克还你了，谢谢谢谢，你让我变聪明了，快点，夸张了，那个摸过就会洗到了，快点，然后摸一点，摸这里，摸这里。摸一摸，你会蹦出很多攻击力哦，好猛哦，超太神了！可是你有洗了吗？我有啊，
你洗一洗吧，你那个看趴数很低啊？你怎么看的？你有一个2%、2%、4%都是超低的、啊、哦，满是20%哎、欸！哇哦，哇，我有60个洗能石哎、欸！哇哦，我怎么那么多洗能石？为什么你这么多？我以前打没洗出来的吧？哇，真的洗出来的，不愧是洗能石，真的哎、欸，真的。你看59，哇、哦，有了，你说2跟20那个哦，真的对，它、啊、最高你的都是趴数啦，哦，所以都要所以最高是20%哦，而且起码14以上吧，哇，每一排14以上，那骑猪嘞，说骑猪，骑马，骑马，骑马14，那骑猪嘞，这个不错了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不错了哎、欸。四十，我就看你啊，现在是超过一半，啊、你总数是超过一半，这个没有超过一半，30几%，更烂，更烂，这个16八哎、欸，其实会开8或18，十几，有个6×7了，哦，两万二，满了满了。太扯了，就这个啦，太扯了，这雷暴的力量，62%，他两个20%是什么鬼啊？看看好痛哦，魔鬼耶！减能可以把幸运减掉哦，有机会，因为他这就是乱数嘛，你洗一洗，洗完之后取最上面那一个数字，那有可能是幸运。嗯，你可能把你的攻击力洗掉，有啊，对啊。我的武器就是这样烂掉的，夸张了，减错，有加回来两条攻击，我就很开心的。有时候不能太贪心。好了，我来减一下好了，减看看，好久没减，真的假的啊？很减啊，反正我现在我又不是带着底。哦，减爆，减爆啊！删掉什么？应该可以的。他完全，我完全没看到东西、欸，没删掉哎、欸。刚幸运吗？没看到幸运。嗯，没看到呢。我捡了一个东西，但是他没有跟我讲我捡了什么。他就只有讲你随机删除一条。看看，真的看看。我再真的看看吗？哦，哦，他说满了。哦，哎、欸，所以幸运是捡不掉的，而且我损失了一个捡的石。OK， 给你补给你就好了。哦，这应该就是卡住了吧？那应该是卡住了。啊，没关系啊，那就终身这样子吧。嗯，我记得是可以洗人的、啊。哦，有给你了，感谢。哦，洗把更好出来呀、啊。有的是帽子。你知道我留着旧时代的攻速帽。嗯，旧时代。攻速哦，就是之前不是攻速，可以绝版了，可以很高的趴速。对。所以我就留了一顶加44%的攻速帽。哦，旧时代的东西，时代的眼泪。要打 boss 的吗 ？OK， 快白天了，可以吧？你们对啊，白天了，记得带画画。吃不到哎、欸，今天好不准哦，弟弟好多好想打哦，太多啦，想打哦，哎、欸，哦、嗯。有人被射了是不是？好夸张！改那个副本的东西。哦，好哎、欸。哎呦。哦。酷哎、欸。副本系统。哎是。哇。有。哦，他们掉下去了。他们掉下去了。他们掉下去了。他们掉到熊猫馆附近，应该有个唱片。啊！射到酱油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射到酱油了。对呀。哈基，哎、欸，值，这是正常的吗？正常，上面小鸡这里啊，我知道，我正在那个弄，在弄。哦、我想说，这样不是他们要金酸了？我捡到一张攻击唱片，几攻击几三？哦，可以留，哦、可以留三。好了，我放好了，3000。刚掉了一个石头下去。哎呀。哦、我好像还有一张，我怎么经过捡到一颗石头？没有，就是上面打下去的。哦，洗能石哎、欸，留着下次啊，反正3000可以了。好，杀青，够了吗？够够够够。
哦就是刚刚刚是酱油按的，理论上是酱油一个人进去而已、啊。是我进去的，是我，是酱油按的。里面有酱油开启，里面其中一个人进去哦。哎、啊，对，欸、對我们全失败、欸。哎、欸，可是全失败、啊。可是刚刚不是我按的呢。哎、欸，是我按的，但是挑最近的没事，挑最近的哦。哦这个这次是连一个都没进去。刚、嗯、是我还有进去，对吧、啊？啊，照片没啦。唱片没了，还记得唱片吗？哪几个？S 一三个，然后两个张 S 2一张 S 3速度的。哎、欸，我先吗？繁星先吗？我先。繁星，我想还，我好想赶快还他唱片，不啦，还他盾牌。那我先把雨关掉。感谢，有了，进去了。说几张 S 1三张 S 1两张 S 2一张 S 3321，都是 S， 都是速度，速度，哇塞，欸、你这把剑很强哎、欸，小雨，还好，我本身的装备没有那个，你那个猫猫那个圣诞棒球棒很强。圣诞棒球组那个，我觉得是不是我？我抽奖的，哎，要交换礼物才拿到。没有，因为我之前的剑爆掉了。哦，所以拿圣诞棒球组的棒球棒。他自己，至少有。还有一张 S 2，我给你，谢谢。啊，繁星有那个帽子之后不得了。没有，我还有杰克的盾。对啊，对，还没好，对啊，割了，18%攻击力加一，攻击真的不好使。哎呦，攻击力，看啊，现在可以直接用买钻石去洗啊，对啊，钻石不够了，赚呢、啊，我赚啦、啊，去抽啊，去赌啊，拉霸机啊，拉霸机七倍耶。七倍这么香啊！六颗虫致死哎、欸！为什么会买？彩券记得买哦。有啊，我只知道我的号码又被买走了。我很晚才买，不能怪我。这不是你，这次不是你。什么？你是哪个号码？我是8跟18。哦，抱歉，又是你，阿斗又是酱油啊！我就随便乱按呢、啊。你先抢先赢，对啦，彩券这东西反正先抢先。我现在买彩票，我都是随便按。我想到的时候上，号码又没了，好吧？这想要把它改成就是可以共有号码，同个号码哦。你说评分加评分，奖金评分，耶，其实好像可以耶、欸，也可以还你，好像也还行。毕竟像什么大乐透之类的那些也都是这样啊，假如投一个人有好几个投奖的话、啊、就是评 分,、嗯、分下次就跟着酱油买好了，对。你知道拿到了、大家只是多拿到了两三颗这样子回去。哦，20耶、欸、小雨，你们要过够了吗？还是我想打。哦，好哦，对呀、啊，我来，我打完了，打完了，打180，等你们够够，来，哎，我换个，你放了什么？我换个蛇，你放了什么？一个，没事，3375有了，对 ，S 2的留着，有花哈、哦、你们，我没拿，我也没拿，我也没有，什么？大家都没有花、哦。没人拿，没有，有人拿，我拿了，哦耶，还是酱油，对，酱油比较近啊，酱油比较近，有一人一边，我们很强力卷，对耶，我们好久没有看到强力卷了，好久没打到了，好久，想到我拿到那个强力卷是泰迪给我的，来啊！哦，咻，走喽！打上卡住了，卡住了，我看卡住了，卡住了，怪太多吗？没事吗？
知道。是哈基断线。卡住了。一二三一二三。哈基。一二三一二三。一二三。还在吗？爆了！太厉害了！完了，又没了。哎、欸，上次好像也是这样子。对啊，太多人。你们这是上次网络组合。哈哈哈哈哈！大网络组合。老哥，您这装置发生问题。哎呀！啊，看到蓝屏，蓝屏在哪里呢？我就是看电脑玩的，电脑玩到蓝屏，又蓝屏啦！速度太快了，怪物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哇！这真的是没办法。好了，接下来要杰克话题班了。杰克，杰克纠团的两根纠团。话题班喽，话题班。请说，我想想，这几首诗。请说，请说。我只知道我最近专题用完了，这样子而已。恭喜你！学校只要一天，然后你现在专题用完，不就更爽？就是他现在就是专题用完，然后就烧成一个光碟，然后交交，然后因为我们参赛证明就是去参赛，好没得奖，然后交。什么鬼？就是他只要参赛证明就好，有个仪式就好了。对啊，走个形式，走个形式，没错，就是走形式。形式走完，所以你现在就没事了。我现在剩5月22号的考试而已。是证照的吗？证照的考试考完，我就真的没事了。哦、好爽啊、哦！5月22剩一个月。对啊，可是你等于就变成是脱离学生的耶。对啊，要变什么？除非你有要读研究所。没有，我不读。好好，你可以好浪费时间，可以当踏木博士。可以踏木博士吗？对啊。你妈妈一个人在家吗？好，这宝可不拿去。好，你可以出去冒险了。哎、欸，我总感觉很像是你之后你的影片会出现的风格。为什么我的影片会出这个、啊？对，到底杰妈说你可以自己出去。没有啊，嗨嗨嗨，校长，嗨校长。怎么会这样嘞？为什么？电脑怎么出问题嘞？怎么又有问题了嘞？哎、欸，他有回线断？没有，我们你哎、啊、你的帽鞋鞋有那个吗？你看你鞋鞋帽子。对，我看一下我帽子。哎呦！回溯啦，回到打副本前啦。你们对你刚进去的时候，冲装备前。还行啦，是副本前应该还好啦。嗯，你们记得先回来回血哦。我还没有打副本哎、欸。好，哎、欸，我还没打副本哎、欸。哇，那你要再打一次哎、欸？是吗？卡一下。对啊，有了，我还没再打一次啊。哎，你们这个。我打过的是不要再打了啊！我好，没问题。哦，你要给我吗？还是这样子？没有，就只是重置那个，不会再进去再出问题这样子。哦哦。时间看一下哇，小雨，我想要看棒球。可是他现在没有那个了。他那个记录那个被我说现在的、啊，还是已经？哦，好，就还好。先封印吧，然后有两条三哎、欸、三条的攻击，两条攻击，然后在这边待命。那可能等你们打完，我再接着打。麻烦他寄给唱片。哎、欸，唱片没给啊？对，因为他回收了，回收到你给唱片的时候。三张 S 速度的 S1，两张 S2，然后一张 S3。三一，然后。哎、欸，三一二二，然后13。楼上的观众跳起来，跳起来！记，需要我这个重置时啊！打了一下，我在帮你跑跳，我在帮你跑跳。
对，感谢你们。我在跑跳，我在跑跳。我说在上面跑跳就有机会哦，真的是那些，我觉得有啊。我刚刚有啊，有啊，这样子啊，两只。那你这很赚哎、欸！我那时候也帮你们这样跳啊，不是我们大家几个都在 OK 来，又一直跳来跳去，都在跑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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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们等下下面全部都是绿眼，应该要有些人跑，有一些人跳，有一些人走。滚，灰，没有啊，说按键都按啊，你看团团啊，啊，说按键都按就好了，你看你这样。团团，你的样子很好笑，这样就好了。哎、欸，下面都我传下去了，白痴。团团，好累啊！小雨是想刷什么？我要把他的攻击力刷高。哦，换成一个加二十。耶、yeah, ！谢谢谢谢，有你们支持。哇！我的天哪！有了，我进来了。我的人物不受控。你人物在干嘛？不受控制。自动前进。啊？输入法嘞？你看我跳窗，你看我跳窗，你有跳窗输入法？机会哦。嗯。你是按两下 W 前进还是 Ctrl 的？有客还你。刚刚是两下 W 前进、啊，然后都停了。哎呦，那个好像是麦克本身的问题。那看你要不要习惯改另一个 Ctrl 的 Ctrl 跑步。没问题吗？你们花朵有没有拿？你们花朵有没有拿？有有有，有拿花，我有拿花。好了，走了，准备了，他自己准备了。他今天老撑住哦，撑住哦，老撑住哦。等下副本开始的时候，你先叫啊，然后呢，如果听到断掉就知道属实。好好好，我是三二一的时候就可以是啊。对对对，我们说三二一，你就可以啊哈哈的。哈哈，阿进啊，阿进嘴巴张开啊！有有有，正常，好，没事，活下来，活下来了，活下来，活下来，还在吗？声音还在哈，还怪有在动吗？怪有在动啊，怪有在动啊，有在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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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但是没有声音。这四头怪看起来好烦哦，好多怪哦。欸、他们速度是不是比较慢一点啊？感觉好像速度之后再快一点呢、欸，可能不太够，不够快啊！你们还是被摸到，还是不够快啊？嗯，感觉之后要再快一点了，可能要四千，那不会停下来。那之后可能要两张 S 2，两三张 S 2。哎，我在讲什么？要看趴数啊，看趴数、啊，要看趴数啊！我现在是三千呢，可能要三千太少，可能要四千吧，下次四千看看啊。我在帮你们跳了，可能你头上有一只，有你说蜘蛛吗？对，他死了，嗷嗷，他们都不过来，嗯，打中间的，我打中间的，背后偷袭耶，挥墙壁会不会比较好啊？小鱼，我就当就是挥墙壁啊，他们就然后就不来墙壁啊，对啊，怕小鱼，我好像一走走到，我不见了，没了。是要投影我啊？没有啊，不是叫你啊，蜜蜂，要叫蜜蜂。我在这个角落，一只怪都没有，要干嘛？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射到了！哎、欸，从中间射过去，看谁机身，哎，中了，应该是会中到 Bobo 吧？看谁衰，没有，就一直瞄着一个玩家，哎、欸，真的有射到、欸、啊，射到了！你烧酱油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叮的一声了，啊！哎呦，剩下几只就比较麻烦一点了。对，哎呀，就剩那个 boss。对，啊，收到了。哈哈哈哈燃烧怎么这么久？有鬼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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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是什么？波波，我在瞄怪，你不要刻意瞄我。我也在瞄怪。你们在互射啊？啊！哎呀，来来，我再试一下。那是僵尸，起来，起来！你们在里面打起来好了。不是社团团，你们通通社团团，你们通通社团团团，你还知道呀？
撞，不是的，我那边旁边被撞，我射到了，我撞完了。哦，可以吃王绿绿的、哦，加油！来吃了，绿绿的加油，加油！帮你们，帮你们，要麻烦。在哪里呀、啊？社团团，社团团，社团团，社团团。可是阿明就是他是在酱油那边呢、欸，是酱油，是酱油，对啊，酱油跳打，酱油跳打，哎呀，啊，你说射你吗？不要，我在烧，哎，谁射团很坏，还拿到一个重置时，哎呀，哇哦，那我掉的，再不，好好。是一只绿了的 boss， 换、欸、我换我，阿佳进去了，音乐快进去，你剩五分钟啊！我赶快进去，我赶快进去。哎呦，看起来蛮优秀的、欸，应该换我，这是两个一点吧、啊？看一下看一下，绿卷啊，可是还好，另外两个没有哦。我也要打，我还没打、啊哦，他今天还没打，校长还没打。哇！校长努力，208颗，哇！哇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丢丢，你是用了哪张啊？啊，我吗？对啊，都是吗？时间、体力跟血量都三。哦哦，来帮雨燕跳跳，对，跳跳。仪式奇怪的仪式又来了，就空白键 shift 然后跑，晚上啦，是不是要回一下？回一下，不是我最后有被打了，回一下，回一下。你有没有问我刀子？我是拿牛排，不行。完了，团团怎么在打我啊？啊，没有，就刚好了。啊，是啊，晚上、啊、晚上、啊、晚上有蜘、啊、晚上蜘蛛醒了。啊，对，换韩记了，韩记换你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晚上哎、欸，这个蜘蛛一定是有、啊、一定内心是一个少女，内心是少女，太晚了。而且我刚刚洗到一个很强的状态。哎、欸，怎么撞？这个，又是分类帽吗？没有裤子。哇，1.8哎！哇，又20%哎！对啊，几乎快满了。妈妈烧起来了。哎、啊，那我要……我想说，我的帽子好像也不用换，换个裤子。来一次一次一次，来了一次一次一次，不是一次，跳跳跳，吃牛排有没有用？来吃个牛排好了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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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蜘蛛蜘蛛可怕，蜘蛛可怕，挥一下挥一下挥一下，蜘蛛挥一挥哈基就死了，会不会啊？蜘蛛可怕，多好，蜘蛛龙打起来。没有啊，想说要挥一下啊，搞不好有用。有人拿刀啊，很恐怖哎、欸。谁啊？谁这么快？谁啊？谁拿刀啊？过分！拿刀砍人。他拿不砍？我跟朋友吗？上面哎，挥挥啊！他这边而已啦，妹妹都变绿绿的。哎，真的哎，对啊，妹妹变绿绿的就好笑了，真的。那我们会很开心。有啊，下面有一只绿的。有一只绿的，绿的一只。哎呀，是呀、哦，好绿两只哦。哎呀，我要射野妹了，不跳了，累了，36。哎，36D，36。你怎么看36的、啊？反正你就是一排最多20、哦。强绿，那你就把0.8算成8。哦，居然。哦，那你这边这样的话18。哇塞，34。他今天就是我们刚打的，36，哦，46，这夜妹真的很恐怖哎、欸，这好了，大家都没睡觉，就数量多的跟鬼一样，是的，卡一下，跟鬼一樣，我们要去打最后一只精英怪吗？来得及吗？1分钟，我觉得有点赶。
杰克冲啊，去吧！哇，杰克在飞了。杰克，你到了，讲一下。啊，跟豆角一下哦，豆角。就是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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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了。冲啊！回吧！哇！水炮，水炮，水炮！水炮会死了，会死了！啊！哎呦，好酷哦！好痛吗？仙女散花哎、欸，我好像第一次看到哎、欸，这甩炮超痛，过了这么久，然后第一次看到。核爆！我想要打，打不到他哎、欸，我也打不到。核爆！哎呦，他烧起来了，哈哈哈。四个东西，我怎么被打到一下？他记起到，他记头。完了，我刚刚是240。我好像也有吸到哎、欸，我没有。我吸到63个，三左右18。哎、欸，那我是不是没吸到啊？那都在别人，反正就刚刚有接近的吸到啊。我这边63个，我没拿到。我这里八宝，我这几个呢？那就是我跟阿汪啊，那应该是吧？我的银钱箱嘞？你又掉了？那里有唱片，我拿不到。哪里？树上、啊、不会过我的眼神七个干嘛、啊、那我空中打的你想干什么等一下阿旺、啊、你是在算我们刚刚副本打多少没有啊我刚刚捡到啊不是啊，他是问说他们你们副本刚刚一次给多少？还要分吧？刚你们副本60几吧？65啊？嗯有这么多份啊？有这么多？而且9哎、欸，阿汪你分的吗？我刚刚的，刚刚的我们是几个人啊？九个、欸，反正就拉一排，拉一排就可以了。刚好是一整排。卷一哦，我们去哦。我有卷一呢。那就是这样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这些要怎么打？重来一个人，少一颗，少一颗啦。上下就是一人拿一上三格这样子。哦哦，好哦。第一次看到这种分法，好奇怪哦。没有跟我分同一次，16颗就16颗，然后抓菜16颗，十六颗。拿到了，有了。耶，开奖喽！爱音乐。哎，这开奖谁按的？我按的。音乐啊！已经超过一分钟了，我要等你们结束。五号，你是五号跟十五号。五号，先九。九号三次啊，有吧？九号啦！我觉得九这个数真的很香哎，九数很香。哦，太多页面了。对啊，我们要不要去先睡个觉啊？不然好，来吧，去拿七颗吧，你们。我先去睡觉，我先睡觉。你不先拿钱吗？好了，先拿钱了。哎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啊，我拿完，我要去睡觉啊。好，你不要去睡觉。啊，我想说你还会在那里。我还没拿，等一下拿什么？钱拿钱，拿完去睡觉，七颗嘛。嗯，对，啊，记得把钱放在枕头底下啊。压岁钱。这才会中。哎，我做梦，我真的是最近常梦到我中奖。原来就没梦到的时候就会中了。那就你要说到你没中过，我前几天是梦到我们的 YT 都被 ban 掉了。你不要太严重了，不要太严重了，被 ban 3天，被 ban 3天，被 ban 3天，因为这件事情很严重，不管 ban 几天啦、啊。我知道理由是什么，反正我只记得我们都被 ban 3天，太好笑了吧？恐怖。好，到了。好耶。打的马迪森，生气了，
好，你没有断线，你没有断线，你没有断线。什么时候能和我中奖？今天就到这边啦，下一次那个副本那边我先稍微讲一下。欸、你好、啊，不是说有额外奖励吗？啊，对哦、啊，今天大家都有解任务吗？有解了，有、哦。没解的举手。好，大家都很乖。哎、欸，耶！乖，耶！你拿来充装了。下一次呢，我们的副本，没意外啦，应该会更新，就是刚刚的 bug 以外，还有就是再新增几张光碟，还有会、应该之后会设定，就是如果你攻击速度、生命什么的各一张的话，会有隐藏的，就是一些成倍数在上面哦。对，哦，要鼓励大家不要只用同一个属性的概念。对对对对。而且下一次可能啊还不确定，可能原有的光碟它的倍率可能会调整哦、可能会可能。好啦，那这边啦、休息喽。提挂一下，提挂一下，刚刚有人解完任务没打掉，记得去看一下有没有打掉。我的应该是打掉了啦，好像还没打。应该有吧。等一下巧克力找我录音，所以没有要加开。啊，至于聊天室这个东西，我讲一下哦，因为它原本的框框是这样子没错，但是它你看好哦，这是现在你们显示的东西对不对？但它预设是这个，预设是400，我刚刚调成200，像这样子，这样子才会像这样子。哎，怎么变这样子？不信。然后我调200啊，200是我觉得高度刚刚好的，然后调完之后是变这样子，所以他会接到好像就是倒数三个人讲话他看不到，不是倒数啊，就是先讲话三个人会没有出现啊。我的嘴巴怎么没有在动？我今天是嘴巴都没有在动啊，我看一下哦、喔，有啊，哇，怎么又截取到？我不讲话了，哎，从舌头向。嘴巴敏感度，喂喂喂喂喂，不会动欸，不是烂掉了，小关闭没有，好啦，那就这样啦，嘴巴不会动欸，啊，就这样啊，感谢各位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，我嘴巴怎么不会动？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，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巴拉巴拉巴拉。反正就是小鱼，你帮我看一下要怎么调啊？因为我现在预设，我现在调的是450跟200这个宽度。嘴巴会动吗？本来会啊。哦，我晚点再去研究。大家拜拜啦！巴拉巴拉巴拉。